话，安安大家好，我是谢卓，然后欢迎来到我的时空谈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我昨天的影片呢下方留言呢，有一个人还要叫我玩这个游戏，就是我的学妹不可能那么猛啊。那个人呢，就是我的时空团那个啊，糖果工作室草莓副团长。糖果工作室的副团长草莓大大，他叫我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中文他叫我这个，所以呢，我已经进入啦，然后就登录一下下啦。然后是第55期，也不是第51期，也不是第52期，也不是第53、54、55，哎，我是在55期，那也不是第1到49期 ，OK。一开始呢，你一进来呢，还要给你一些剧情嘞，也就是会给你们一些教学的剧情。剧情好像是，这边，一开始会叫你贩卖机，不是，一开始给你剧情，这个之前错了，然后还给你这两个免费，是一致同意一致的。变色龙，考没考没好，对吧？就开服狂欢，开服狂欢，就是给你领取的，啊，就是给你一些活动的信箱，信箱大多数都是会给你送宝石的啦，还有什么一些活动，就是免费去的啊，我忘记去免费去了。然后就看这我在录影的实况，打个广告，打到这边了，第三话了，1-5，我打到这边，3-5，那我就开始作战吧。这是最强队伍了，刚刚是这三个队伍是哪里的？练的路不是练的，打仗哦，哎不对不对，啊，开始喽，野猪骑士来喽，然后还有一只波手哥，啊，看我一只手按了，啊，这足球的，你们肯定忘记，你们肯定知道，足球来干嘛？篮球来干嘛？艾姆给他这个物理免疫，就是普通攻击他都吃不到，然后这足球厉害了，不用他们讲就是，他一记生气打到一个，他一记不给打，那他那那几个一玩哦，还是他一个打开还是有个物理免疫，我讨厌这个人，他害我要开启动，给你们女儿有时候要看这个一下下。他们很讨厌的，我很讨厌这个人啊！一定要我，我怎样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这一直浪费我的时间啊！啊，当然啦，这种 RPG 跟哪里跑来没有技能的？大桥流传，还有黄盖，
原来就是灵魂的雨伞呢，我以为就是剪刀，一只手的飞下去，那个就是手的旋风中了。刚刚那个是喊的海浪滔滔，波不怕山千瓦，耳闻天响。看，52秒，哎呦，哎呦，他牛逼，一个是什么形容？是神器，就说就说，然后又来天。他不是打了一个人，然后接下来还有，他是打了四个祭祀，所以他要走。这直接把白狼给了。然后如果你装备很好，他一进去，比如说看他俩就是人质啊，他们就会增加那个啦，就这样子。应该哦，后面是啥？啊，我是金戒，那是金戒，好像是王冠，最多三环而已，所以这是王冠，王冠。所以是刚刚的金戒。你不要target他，你target他没有用啊，这个还是可以的。啊，反正水波一出来就给他点，就是先提升掉。就是从这个时候让对方。OK， 我知道。哎呦，他这么叫，然后你选，哇，这个输两次，嗯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失败就失败，失言就失，不过呢，他们失败就是你们这边，但我失败还是可以重来的嘛，这些人，嗯，那这些都是要，这福利说是做所谓的开放了，我的皮肤啊。我试试，还第一个呀！历史，嗯，老鼠，这个，嗯，我感觉上次就来了，可以看到很多东西，至少也是。这个现在拿了，扫荡券就有就奖是票券，然后多少钱？8分钟。大哥，大哥上一个庆祝完了啦，你们以为也是讲完嘞，哈哈。你们一直防守呢，你们一直防守。这一个图一个图没涨，你们知道他们就用这历史跟正常吗？就涨和涨和第一次，这水平蛮好的，好像是，对，这才水平蛮好的。好了，大概大致上是这样了，然后今天。我们这，然后
这期实况差不多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在左下角的喜欢，在右上角的订阅。如果是在电脑版的话，如果是在手机版的话，在左下角的喜欢，在右上角的订阅。谁是跟踪我的频道，谁是跟踪我的动态。我们下期 episode 再见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还是要写，哎，真的是一个好稳重的人。